有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个罐子，植物大战植物。嗯，场上有五个叶子护盾，那想必植物罐里面肯定有机枪射手，但是一路还有一个僵尸怪，我猜应该是僵王博士。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些植物罐里面都是些什么东东。嗨，原来就是植物僵尸嘛，花里胡哨的。那这还不简单，我直接用机枪射手开局，利用叶子护盾建立打力干掉机枪射手，然后只要随便给我掉两个好兄弟，这把必赢。哎呀，开局就是毁灭菇，好兆头啊兄弟们，来直接炸。算了算了兄弟们，还是用窝哥开局稳妥一点，窝哥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哎呦，这波直接就来两个樱桃，那这些僵尸还不得 BBQ 了呀。Come on， 窝哥保我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哎，看来窝哥还是会玩嘛。猫尾草加龙炮，小小僵王，可笑可笑。兄弟们，看来这一把不打胜仗也不行。寒冰射手没什么用，哟，魅惑菇可就太有用了，直接魅惑一路的高坚果和机枪射手僵尸，然后放出僵王，让我们的打工仔好好的给僵王小老弟修修脚。场上的罐子打完，咱们又拿到了一个加农炮，而且加王博士还把球吐在了第五路。没关系，反正咱们五路也没植物，吐就吐呗。博士第一轮就被干掉了将近3万的血，看来有五场打工仔的伤害就是不一样啊兄弟们。掉了一个窝哥放在一路保护打工仔，加王才放了两个僵尸又下来吐球，看来你很着急啊博士。那咱们就加把劲，争取两分钟之内把加王小老弟打投降，看博士球怎么吐。哎，又是五路，都说了我五路什么植物也没有，你吐就吐呗。博士回去砸了一个车，问题不大，猫尾草和加农炮都还在，并且僵王现在还剩28000的血。这把你不输，我溜溜两个字倒过来念、投篮车僵尸直接一炮将你带走，我忍你很久。哎，小丑打工仔被炸死了一个，但是高坚果僵尸可以回血，问题不大。总之这一把不可能吃席。哎呦，来了一只二爷，加农炮也没好，这你总不能跑过去吧。头呢，僵王博士在山路吐了一个火球，猫尾草没了一个，但是两个加农炮还在，就问题不大。我去，僵王在四路放了一个投篮车僵尸，但这个加农炮只能炸五路的扶梯，不然就要吃席了。这样的话加农炮肯定要没了。博士又在一路吐了个火球，猫尾草和机枪射手也没了，但博士还剩8000多的血，现在只需要为打工仔争取时间，这把绝不可能吃席。加农炮先把这个投篮车僵尸给炸掉，第二个好兄弟啊植物。完了，大人菇，加农炮还没了，这个投篮车僵尸。不是吧，你放什么玩意不好，非要放个巧克力跳跳。博士还剩6000血都能吃席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啊僵王博士。兄弟们，那僵王博士玩不起的话我就没办法了。好的，我是牛牛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众所周知，僵王博士作为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终极 boss， 血量极高，战力极强，吃席手段极其残忍，太残暴了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做一期僵王终结者测试。好啊，卡槽里面10000阳光，10个植物，当然紫卡植物也需要算上绿卡的价格才公平。那么大家最看好哪个植物呢？别走开，接下来就随我一起揭晓答案。全体上车道。首轮出场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小喷菇选手，并且这玩意儿不需要阳光，理论上是可以无限种植的。但是为了不欺负僵王，咱们先每一列种上50个，加起来也就是250个小喷菇。那么大家认为这样能不能打败僵王博士呢？来，放僵王。前面的一些小僵尸下来肯定都是被秒杀，没什么悬念。咱们来看一下僵王第一波吐球，小喷菇能打掉博士多少血。好家伙，这伤害还是蛮高的嘛。俗话说以多咬死象，就是这个道理兄弟们。但是想要一波干掉僵王显然不可能，最后也只是打掉了博士34000多的血。但是小喷菇也没输，接下来他们只要再守住一波还是有机会旗开得胜的。
哎呦，看样子姜还是老的辣呀，兄弟们，博士在一路放僵尸的话，那小喷菇基本就没什么戏了，挑战失败，插出去。咱们再给小喷菇一个机会，现在每一列种上100个，也就是500个小喷菇战姜王，这样有没有可能把姜王博士一波秒掉呢？来，拭目以待。哎，看来500个小喷菇伤害虽高，但却不足以秒掉姜王，最后还剩9200的血，那么小喷菇还有机会补刀吗？ Nope, nope. 啊，这看来这就是小喷菇最豪横的一把，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把，再次挑战失败。第二位挑战者是胆小菇，75阳光一个，咱们在每一排种上26个，一共就是130个左右，数量也不少，但姜王也不是吃素的。来，挑战开始。胆小菇在第一轮也打掉了博士将近一半的血，但是他们能坚持到姜王第二轮吐球吗？ Nope. 我去，又是保护伞铁桶，看来胆小菇也没法击败姜王，挑战失败。大嘴花150阳光一个，可以中66个，每一排中上13个，挑战开始。看来嘴哥的伤害也不错，第一轮就咬掉了博士将近30000的血，但是想要战胜姜王还远远不够，这波又是保护伞铁桶，空投僵尸嘴哥毫无还嘴之力，挑战失败。但现在和姜王大战几个回合之后，也仅仅打掉了博士一半的血，最后仍然挑战失败。最后一个绿卡植物仙人掌10000阳光中57个，但最后也仅仅打掉了博士不到30000的血，挑战失败。接下来就是紫卡植物冰瓜，500阳光一个，只能中20个，每排4个，这能打败姜王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哎呦，才这点伤害，这冰瓜不会是来活跃气氛的吧，兄弟们，没什么希望，直接淘汰，插出去。地刺王10000阳光36个，但是只能中到第9列才能扎到姜王，所以为了让地刺王有参与感，咱们在家门口放几个小喷菇帮忙挡一下前面的普通僵尸。来，挑战开始。哎，看不出来地刺王的伤害蛮高的，第一轮就炸掉了博士30000多的血，可以啊，地刺王，但最终能不能打败姜王，接下来就只能靠你们自己。我去，博士，你才放了一个僵尸又下来，那看来地刺王有希望啊，兄弟们。博士最终还剩13000的血，但是他在一路放了一个二爷，那这就没办法了，地刺王挑战失败。机枪射手10000阳光22个，结果不言而喻，连姜王一半的血量都没达到，和冰瓜堪称卧龙凤雏，直接淘汰，插出去。蘑菇家族最后的希望真哥，但是他运气好像不太好，遇到了保护伞铁桶，空投僵尸他也管不了，最终挑战失败。最后一位挑战者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植物猫尾草，10000阳光可中44个，也就相当于全凭猫尾草战姜王，但是他们能打败姜王博士吗？拭目以待。看来猫尾草的伤害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啊，第一波连姜王20000血都没有打到。第二轮打完，博士还有49000的血，那看来猫尾草想要打败姜王也是不可能了，最终10个植物全部挑战失败。那么大家认为10000阳光还有什么植物可以打败姜王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好的，我是牛牛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